杨紫出道早，凭借《家有儿女》中夏雪这一角色被大众熟知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小雪长大了，越发乖巧，越发惹人爱。今天小编就推荐杨紫演过的三部电视剧，每一部都值得去追，你最喜欢哪一部？《香蜜沉沉烬如霜》这部电视剧中，杨紫饰演锦觅，鲜花神与水神之女，主演了锦觅与天帝二子旭凤、润玉之间的爱情纠葛，经历三生三世，终于旭凤走到一起。花界、天界美轮美奂，景色宜人，剧情吸引人，这也是小编最喜欢的一部电视剧，值得网友们反复追看。《天机之白蛇传说》这部剧，杨紫将小白的精灵古怪演活了，小白与紫萱的爱恋感动人心，赵雅芝友情出演小白的师父，任嘉伦饰演紫萱，俩人表演得特别好，整个剧情有点虐心，但最后有情人终成眷属，非常受欢迎的一部剧。亲爱的，热爱的是由杨紫、李现、胡一天主演的青春偶像励志剧，讲述可爱少女童年对韩商言一见钟情，虽然有年龄差距，但是二人在相处中甜蜜碰撞，上演了一幕高智商与高情商的甜萌梦幻爱情故事。甜甜的爱恋让人向往，让我们回味年少时懵懵懂懂的爱情，特别值得去追。看这部电视剧会让你的心安静下来，享受爱情的感觉。杨紫出演的电视剧很多很多，相信以后她还会有出色的电视剧。就像小编之前提到的，她与肖战合作，将出演《余生请多指教》，虽然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播放，光看预告片就吸引了众多网友。只能说杨紫的演技越来越好，希望大家喜欢小编推荐的杨紫电视剧，有什么更好的可以在下方评论。